苗栗县长徐耀昌日前确诊康复解隔离之后，第一站堪灾，过来人先用自身的经验破除谣言。听说什么什么高粱酒可以消毒，我想那都骗人的。满地的西瓜因为泡水烂了，这次的大雨灾情，苗栗县的西瓜、香瓜跟红枣都受害。香瓜也好，西瓜也好，已经溃不成军，遍地开花，没有办法采收。关心农民灾情的同时，他苗栗县长即将卸任，国民党人选还瞧不定。我们的下届县长很怎么看？苗栗县议长钟东锦也陪同勘灾，他为了争取国民党提名，还曾经开诚布公，坦称年轻时的莽撞行为和过去划清界限，强调绝无帮派背景。我绝对不是谣传的黑道，因为从我读书成长到现在，我只加入过一个帮派，叫做中国国民党，我绝对没有加入任何的组织。不过国民党没有点头，党中央原本属于征召立委徐志荣，徐志荣明确表态拒绝。我也还有两年的任期，我是希望说我能够把现在的工作好好的做好，我并没有想到选县长当县长的事情。外界也推测，如果徐志荣转换跑道，立委的缺会由谁来选？前后任的县长刘正宏跟徐耀昌都有可能。目前苗栗县长的选情，民进党征召了徐定真，国民党人选还在催生。 TVBS 新闻谢国敬、吴淑平苗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